爱绽放映入眼眸。哇，这好好吃啊。Hello， 这里是你们的可可呀。我们现在正在赶高铁的路上，其实刚才我们吃了一顿非常非常好吃的饭，但是忘记录开头了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个没有吃的东西。一起跟我去看看这家店是哪家吧，不是紫泥哦。所以有没有人说我们来大同不吃过油肉的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还有油面是不是？时间紧任务重。过油肉土豆片啊，有过油肉吗？有过油肉。哎，好好看。哎，这个油面粗粮大龙，油面粗粮大龙、可以。这家菜真的太多了，着实给我们挑花了眼。我们点的菜现在已经上来，但那个油面龙龙还在蒸，先吃为敬，先吃为敬。这个应该是咱们吃到的最鲜的、对，点了一个这个。咱这次一起赛，北京就不给你做，咱们只让你做的。能拼吗？还是只能点一种味道？行了，看看给你做吧，我不给你做了，咱再说啊。好，行行行。鲜黄花好吃啊，这个凉了没有我刚才热的时候好吃了。你说这个过油肉啊，刚才我们俩真的是忙里忙慌，别说了，先尝尝吧，有点半凉不凉了。肉块挺嫩的，热的时候那个就有一点那个去香味儿。我刚想说现在也有这个葱香味儿特别明显，比我之前吃的话会葱油的香味会重一些，属于一个比较家常的味道。凉拌黄花菜好吃吧？我也觉得这凉拌黄花菜好好吃，非常脆嫩清爽，很新鲜的感觉。像这种黄花菜吧，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多的调味，就是醋、蒜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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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哇哇，绝了！我能跟它合影吗？哦，这边有两个卤子，这是素的卤子，然后这个是荤的卤子，就是我们会用这一大锅去蘸它们。哦，这还有土豆。胡萝卜和玉米，这个玉米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好吗？我先吃这个，这底下是啥呀？青菜，蘸一点，蘸一点料，咸，蘸点汤那么吃。哇 ，unbelievable， 这个油面的味道 unbelievable。你先吃个面，这个面条子吗？嗯，它是搓成细条的，手搓成细条的、哦，手搓细条可还行？我想配个这个肉吃。但我觉得在汤的卤子会更香，因为那个油面脂肪含量比较高一点，油油润润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是油油润润的，它很筋道哎。这油面就是这种口感吗？糯糯的，有点筋道。试试肉炉子，这个就会略显油一些。是什么？油面蒸的，整个面皮，然后上面搁的菜卷起来蒸的。这个干吃能吃吗？可以吃，会嚼出来那种粗粮的香气，燕麦的那种香气，能吃出来。还是素萝好吃，素萝里面是有白心红皮的萝卜，还有黄瓜，还有泡菜。你还是两个菜是吧？嗯。我更喜欢那个素萝，很好吃，非常的清爽。嗯，加点醋，加点醋，这玉米看着就是我喜欢的那种。这就是小时候种的玉米。对对。嗯，好好吃啊！真的是玉米的香味。你尝尝土豆了没？土豆没尝尝土豆啊、哦！优质碳水，纯土豆的那个香香的味道。咱俩都忘记了，完全忘记那俩菜了。啊，油糕！还有谢谢，现炸的，刚才咔嚓一声，哦，好黏啊！这里面好像也是土豆哎，土豆沫。哇，这好好吃啊！外面油香又像软软糯糯，还有那个黄米的香味儿，超级拉丝！我天，绝了！我想问他的燕麦切盒做了吗？没做，咱可能来不及了。等会儿我这打包嘛，先要打包盒。来四个打包盒，阿姨。然后您能帮我问一下那个菜吗？因为我们一会儿赶车。那个家里下雪了，没关系。哦哦。就贼离谱，朋友们，就现在吃不上了，因为我们要去赶车。赶车，你身上也能趁热起来吗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我觉得打开它会闷，对，它会闷掉。哦，奶香奶香的。哦，现在先搞一个。哇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奶香奶香的，是那种奶咸奶香奶盖的那种味道，它这外面好邦邦的那种感觉。还脆吗？没有那么脆了，
但是好好吃。开始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脆，也是没有那么脆。它里面有一点点酥，后面是奶粉的香味儿。咸，有一点咸。咸蛋黄。咸蛋黄。嗯，就是茄子和这外面酥壳里面这一层是咸蛋黄，真的吃了一个还想来一个，是吧？太香了，这个太香了，有谁能不爱奶香味的咸蛋黄吗？里面茄子其实没有什么味道，就是糯糯的口感。还有一点点脆，这是大同特产吗？是当地的一个创新菜吗？有可能，哎，就跟山东的风味茄子似的。其实我看上这个是紫泥，有人推荐这个，但是紫泥的黄米凉糕实在是，所以我们就去了西北。一会儿该吃酱油消食片了。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饭后小甜点。如果你特别想吃紫泥的话，你可以点这个替代黄米凉糕，可能一会儿这个路上就被消耗完了。但我的相机也快没电了，那赶紧去检票。哦，对对，还是检票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记得点赞的关注，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，我们下个城市见。